蔡国庆老婆现身《爸爸去哪儿四》，庆庆和爸爸蔡国庆都非常惊喜。虽然很想妈妈在这里陪着自己，但是庆庆还是懂事的让妈妈回去照顾生病的奶奶，贴心的说百事孝为先。妈妈现身，庆庆和爸爸蔡国庆都十分惊喜。蔡国庆老婆全程没有正面镜头，十分神秘。因为奶奶生病，庆庆只好让妈妈回去照顾，还贴心的说百事孝为先。一家三口在一起，画面温暖。可惜的是，全程蔡国庆老婆没有正面镜头，虽然在节目中现身，我们依旧不知道她的样子，也许是因为非圈内人士的身份，不想在公众面前曝光。多好玩啊，小兔子走了。 Hello， 到家了。 Hello， 妈妈。哟，你们俩都愣了。你怎么来这儿了呢？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？妈妈，奶奶好吗？奶奶，我就是爷爷说了，让我无论如何都克服一下，先来看看你们。谢谢谢谢，真好真好真好，谢谢。我妈怎么样？还行吗？家里都挺好的，有我在，放心吧。哎呀，哎呦，你这个大豪宅哟！你快点让妈妈参观参观咱们的房间。这就是你的卧室，对吗？